台北地检署积极来追查到金华城的金流，有风声讲疑似找到郭文铁虚拟货币的零钱包，但是也无法度破解其中的内容。这敢有影咧？台北地检署讲案件当咧侦办，无法度评论。啊，民众党回应讲相关的传闻是无影无假。另外，人称金流高手的检察官陈文锦，顶个月加入到侦办的团队，郭文铁嘛找来到有治安背景的律师萧玉红，这双方的攻防受到瞩目。今日法院开庭，伊是郭文铁的伪证律师萧玉红，捌做过法官甲检察官，更加有被捕的海客证照，高伟芬雄雄加入伪证。听讲，郭文铁的虚假货币零钱包互检方掌握，萧玉红的组成背景也受到关注。特殊案件移转管辖程序。法院当时赶快补强鉴定，检察官陈文锦方清楚是金流的高手。目前办 ACE 王牌交易所的诈骗案，清查关美20亿的金流。如今金华城案搁在出马，检辩双方拢派出专家，外界在咧要讲，一定会伫区块链进行攻防。检验积极对查金条，技术找到郭文铁虚假货币零钱包，严格也未得到做技术，无法度破解内容。法院对这件代志表示，案件当日侦办无法度评论，态度是正谨慎。团长是因为内底关键证据犹无法度破解，那这个保留底可能会抵触证据流失。没办法暴力破解，因为他是必须跟他的那个公钥配对，所谓助记词，这个叫。应该是他的初始的这种乱数，你要再还原他不太容易。零钱包的治安风火性加悬，若是密码拍唔到300到500，可能会自动清除内存私人的金额，无法度轻易破解。检验敢会当继续调查郭文铁的口径。这礼拜马上会是金华城案关键的时间点。今日透早，北检提醒应晓别助理吴顺平，啊那郭文铁今日面对案押，又个或者是专案进入收尾的阶段，未关掉的规定终结起诉，虚假货币金流将会正做关键。Hello， 我是张新闻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